闻深喉咙有多深，挖多深。这款网络上流传的水蜜桃吸片后面的材料翻译让日本人吓破胆。未亡人の意味は多分中国語の寡婦の意味ですね。本当は正しいのは多分オリゴ糖だと思います。还有更瞎的翻译，豚骨拉面原本应该是猪骨拉面，翻译出来却变成河豚骨拉面，这让日本人傻眼，觉得日文机乱翻一通不太妥当。国語で鱼板で翻訳すると魚プレートってあるんですが、魚は魚ですよね、プレートは板。记者实际到店铺里，果然许多包装台湾制的东西却仿成了日本货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只会买，就是它上面写 Made in Taiwan， Made in Japan 的。不过把寡糖翻成未亡人实在是有够离谱。询问业者，他们表示是当初员工自行翻译，也得知有这样的讯息，这款水蜜桃吸片已经停产。不过寡糖翻成未亡人也太可怕了吧！记者龚玉德、许成毅，台中报道。